我们来看到今天网络温度计哦，那么这大家应该心有戚戚焉，忍你很久了，最讨厌的脸书贴文是什么哈？第一名就是政治狂热文，这种应该直接封锁他了哈。这个选举完之后再来当朋友。广告业配文第二名，假新闻农场文第三名，还有前任缅怀文那种假文青很烦哎。还有呢，这个朋友一直 tag 这也蛮讨人厌的哈。另外还有这个抽奖转载文啊，晒恩爱啊，那个很讨厌哦。另外还有这个无聊自拍啊，这个很多自恋狂。炫富的也讨厌，无病呻吟的装那种文青的废文。好，这个是不晓得你最讨厌哪一种，这是今天的网络温度计跟您做分享。